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晃管嘛，晃管它是一个双向的平衡，但其实呢，成龙最近在练一个是叫晃球，晃球是要求你360度的平衡，这个表演没有公开表演过啊，所以也就是说代表着这个表演如果要完成的话压力会更大。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吧，想尝试一下，带来最后一段表演，谢谢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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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大的难度是我来抛球，你确定他抛可以吗？我是往你递给你就行啊，那行了。我以为让我抛呢，吓死我！我都不敢站在旁边。这太难了，你那个真的晃管是双向，量力而为哈，这个是360度。我怕我呼吸都会影响他。哎呦喂！同学们，掌声鼓励！哇！你先找到平衡点，我再上球。吴磊，你帮我看住大张伟，不许让他说话，会影响他声波。好，都给你是吧？好，好，杨迪退，好，不要动，跟我没关系了啊。对，不要动舞台。哇，这个其实他一定要在桌子上，那面积会更小。我的天哪，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。成功。这个很稳，